第一次跑这个距离啊，但是我跟你讲说秒数已经差不多，然后碰到有逆风哦，所以后面也是做不出来。给我两个月的时间，我破两周纪录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我一定会破世界纪录，让世界人知道台湾只有快车，不是让大陆人知道，让世界人都知道台湾不输人的，好不好？台湾人不能惊啦！不能惊！最快的成绩是8.72，第三趟还是没有办法跑出来，因为第三趟这个地方的天气哦，越是中午的时候逆风越来越大，所以逆风感觉到越来越多，所以第三趟我们还是想试试看的，但是还是没有破，没有关系，我们会再重新再打造这台车子，两个月后再重新来一次，会让亚洲人知道我们的车子很快，让亚洲人知道台湾汽车工业不输人。今天状况我们车子都是非常的状况，然后路面上跟轮胎啊都 OK， 然后马力上跟调校的方面都一直都没有问题，对对对对。第三趟的时候，只是路面后面会比较差一点点，对对对。它有颠簸，后面有颠簸，稍微快将近要400那时候会有颠簸，会比较危险，对对对。可是还是克服了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最后一趟在跑的时候，你觉得那个感觉怎么样？那感觉就是马力有比较大一点点，对对，可是还是没办法破亚洲纪录。哦，你们让我们再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再来破好不好 ？OK， 谢谢。三立新闻网，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，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。九四要客诉，2020台美4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。人生惊叹号，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。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。国内外大小事，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， 即时新闻不漏接。